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啊，讲古代兵器。我们先分三讲啊，第一讲讲利兵器，第二讲讲钝兵器，第三讲讲利钝兼修的兵器。兵器发展，全世界都一样，一定要经过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啊，是原始的阶段，这个阶段叫石器时期。当时的兵器呢，更多的是石头的，或者是木质的。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铜器时期就出现了。这时候的兵器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青铜时代。进入铁器时代，人类的这种竞争、这种互相之间的厮打就变得非常激烈，所以铠甲盛行。到了火器时代，战争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。可惜呀，中国人没有抓住火器时代的这种发展。我们宋代四大发明中就有一个发明叫火药，让鲁迅先生说啊，中国人发明的火药都用来放炮仗。我们至少啊，我们能有文字记载的这3000多年的历史中，兵器啊都是以利为主，以利兵器为主。比如我们都知道的18门兵器当中，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利兵器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躺槊棍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，18般兵器啊，这里利兵器占了主要的部分。那么剩下的呢是钝兵器和利钝兼修的兵器，还有一些软兵器，比如流星锤。我们兵器中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兵器呢，是发射的兵器，比如弓、箭、弩，这些我们有机会单讲。兵器以我们出土实物而论，最早出现我们说的是手执兵器啊，那应该是箭了。西周时期就应该有了，到了东周就非常的盛行，春秋时期非常普遍。我们能看到的今天的实物啊，比如越王勾践剑，早在1965年啊，50年前，就在湖北省荆州市就楚墓中就出土了。当时的这冶炼技术啊，非常的成熟。那么这个铜呢，包括了锡和铅，它互相之间的这个配比。这剑有多长呢？大约有这么多长，这么长，55公分，这是带柄的，啊，大约有这么宽啊，不到5公分。柄长就是一个手握，啊，8点几公分。重量有多少呢？它的精确重量是875克，不足今天的1公斤啊，不足我们的1斤2斤。那么在它的近剑格处，就是手握住剑，在这个位置上啊，有2行8个字，叫越王勾践自作用剑，就是自己做的，自己用的。越王勾践剑后来又出土了几把，有的流散到国外去，或者是流散到香港去。我记得好多年前，这个上海博物馆还买回一把，后来就发现啊，北京地摊上也有。北京地摊上的越王勾践剑，前后我估计得有上1000把了。我们有很多人买过。我看过很多把，现在有的做的极其精美。如果你当这个艺术品来看待它，你就觉得它已经非常有意思了。上面有鸟虫篆字啊，跟这个越王勾践剑在楚墓中出土的一模一样。那我们的剑跟西方的剑有什么不同呢？西方剑盛行啊是软剑，它最初也有硬剑，但是它很盛行软剑，所以我们看到西方人喜欢什么？决斗。决斗都是软剑，啊，剑有颤抖的，所以又发展成体育。我们今天看它的花剑、重剑啊，体育的这种格斗，都是由于它的剑是软剑而产生的。你们想啊，如果我们的青铜啊，青铜剑，这么短，这么硬，一点弹性都没有，这样是来回斗，觉得很可笑。你想是不是很可笑？
那么软件呢，它本身就有颤抖，所以你看到的这种决斗呢，就显得非常精彩，人就变得非常灵活。我们有没有软件呢？也有软件，比如龙泉，龙泉剑，我在30年前去龙泉的时候还买过一把，前两天还偶然看的，搁在那儿一层尘土。剑在兵器中呢，相对比较短，由于青铜剑的物理特性所限制，它比较容易折，它比较性脆嘛，所以它要求它剑面相对比较宽。你看我们的越王勾践剑只有这么长，就有这么宽了。那么它为了使它更加结实啊，不易折断呢，它中间起脊，使中间变得非常厚，两面有刃。刀与剑有一个本质的不同，就是剑是双刃。双刃，刀呢是单刃，所以剑就决定了它的方向。它虽然有砍杀功能，但是早期的青铜剑轻易不做砍杀，就是防止它性脆折断。那我们早期的剑啊，偏短是物理性所决定的，所以有我们的鱼肠剑啊，剑身小巧，能藏在鱼腹之中。我们讲过这个故事，它是春秋时期最著名的五把青铜剑之一。再有大家熟知的故事，荆轲刺秦王，图穷匕首现。嬴政当时一看荆轲啊，打开了这个图，拿出了匕首向他这个冲过来的时候，嬴政还去抽自己身上的剑，由于剑太长，一时没抽出来，所以这个剑长了以后非常的不方便。我们不要以为兵器越长越好啊！剑，尤其早期的青铜剑，如果超长，你就要担心它在使用当中的折断。那么剑在中国中呢，有极强极强的这个文化色彩，我们对剑都充满了好感啊。比如余光中先生的这个《寻李白》的诗中就写过嘛：“酒入豪肠，七分酿成了月光。”余下的三分削成剑气，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。这诗多少有点酸啊，就谁读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酸。但这个诗啊，表明了我们对剑的这种尊重。比如我们成语中啊，剑胆琴心，说的是什么呢？你既有侠骨又有柔情，刚柔并济，对吧？与剑相关的其他的成语，听听，尚方宝剑，铸剑为犁，十年磨一剑啊。剑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的一种英气。比如我们形容男子啊，就是两道剑眉。如果你仔细想，说有一男子一身英气，手持这个青铜剑，两条柳叶眉，你听这感觉就全没了，所以一定是两条剑眉。那么剑和刀相比，剑一定要有脊，所以家具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儿叫剑脊棱，就中间要鼓起来，这样的剑只有短柄啊，没有长柄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剑是单手所执。你们仔细想，剑它不可以双手执，我双手怎么执剑？双手一定是执刀，所以刀就有短柄的，有长柄的，甚至有这个加长柄的。那么刀可以双手执刀，比如朴刀啊，要求就是双手执刀，连腰的力量都使上了。比如大长刀是这样执刀，就是两手之间是有间距的，但剑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剑很大程度的就形成了一种佩剑，表示人的地位。刀与剑相比呢，刀的等级就低。比如我们刚才讲了关于剑的成语，你听着就高啊！你听听跟刀有关的成语是什么呢？笑里藏刀，心如刀割，一刀两断，借刀杀人，两面三刀，你听听它全是负面情绪啊！唯一好一点的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！所以跟刀相关的词汇就远远的低于跟剑相关的词汇。跟刀相关的词其实也有比较好的，比如宝刀不老，老黄忠宝刀不老啊，两位兄弟两肋插刀啊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
比如我们的贺龙元帅啊，两把菜刀闹革命，那也算是刀了。仔细想，在剑和刀之间什么时候开始过渡？两个节点。第一个节点是冶铁业的发达，当铁出现的时候，它有了极强的韧性，它比铜器要韧性强很多，所以刀开始出现。第二是因为骑马打仗，在马上剑不如刀，因为剑只有一个动作，单一动作就是刺，在马上高速行进当中，刺非常不容易刺得准确，所以刀就形成了砍杀。砍杀是指一个面啊，一个弧面，所以这个刀的使用就比剑开始增多。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啊，剑在汉代以后逐渐逐渐就形成了中国人的一个精神象征，代表一种身份，一种高贵的身份。刀呢就变成一种实用的兵器。我们说起刀啊，其实有时候应该讲讲世界上的名刀啊。世界有三大名刀，三大，这是四大，三大，三大名刀。第一呢，赞马士革刀，它是用乌兹钢啊制造的，它上面的花纹呐，就是漂亮异常。如果你第一次看到这个赞马士革刀的时候，你对它那个花纹呢，一定是感到惊奇。这种花纹是在铸造当中啊反复的锻造形成的。赞马士革的刀呢，钢非常好，刀刃非常锋利啊。这种锋利呢，只有你使用它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啊，那个刀啊非常的轻快切东西。再有是什么呢？马来刀。马来刀呢是以弯刀为主啊，它这个钢面呢相对来说它比较粗糙啊，它反复淬火以后呢，要折叠回来捶打，反复捶打。据说一道工序要做500次以上，所以它的钢呢就有夹层啊，这个刀就变得也是非常的锋利，有极强的韧性。再有就是日本刀，由于它是由中国的唐刀逐渐演化过去，日本人对刀的那种精神呢。就是那种工匠精神超出了我们一般的想象。日本刀呢，它由于工艺精良，在1000多年以来哈，一直追求它这种刀的工艺精良，它又提倡武士精神，所以日本刀就越做越精良。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到日本去或者到欧洲去，都可以看到日本刀啊，看到日本刀的那种钢非常的锋利锃亮。那么明朝抗倭的时候啊，明军的这种质量不太好的这种手刀呢，跟日本刀没法去抗衡，所以一直到戚继光，我们已经讲过啊，当戚继光能够缴获日本刀，看到人家的刀以后，才知道我们的兵器那时候已经被落下了很大的一块。世界三大名刀，按照中国人的这种喜爱啊，中国人特别愿意凑四，比如说四大美人啊，四大名胜，四大名山，四大名池，什么都是四大。那我们怎么就不凑成四大呢？就是说世界四大名刀包括中国刀吧，中国刀真的就不成，所以啊我们就凑不上这个四大名刀。为什么不成？我最后跟你们说，我们讲讲刀与刀之间的不同。刀客，我们都看过锦衣卫电视剧啊。前两年有个电影叫《绣春刀》，讲的就是明朝年间的事儿。锦衣卫，我很注重他们持刀的形式，包括他们所持的刀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今天的电影是美化了我们过去的刀，我们的演员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，去尽可能的使自己的表演更加专业。但我也看过很多日本电影，日本电影一涉及刀就显得比我们专业。比如有这样一个故事哈，日本刀客和中国刀客比武，这种比武是在同一个层面上，就是大家都在最高等级上的比武。两个人持刀相向啊，说开始拔刀。我们的理念要一刀毙敌，日本人的理念就是我一刀只要伤着你我就算赢了。
所以双方一拔刀，我们脸上蹭就一刀，挨了一刀，马上就请教说何因。日本刀客就说我无视。什么叫无视呢？我不做出强烈的进攻姿势，出手就是一刀，而我们愿意做出一个姿势，就是我要把势做足。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亮剑，看过电视剧吧？亮剑，亮剑就是要做出一个势来，人家出手就是一刀。那么说好，我们再来，两个人拔刀相向，我们又挨一刀，啊，又请教说何因？日本刀客说呢，我刀短，我刀比你短。我们老说啊，一分长一分强，一分短一分险。我刀短，我们俩的技法如果相同的话，我抽出来刀鞘的时间短，所以我就早出鞘，你就必然挨我一刀。刀长在这块不是优势。说好，我们再来，拔刀相向，又是一刀，结果又挨一刀。再次请教说何因呢？日本刀客就说：“我刀弯。你知道中国刀啊，唐刀都是直刀，啊。我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中呢，看到中国的唐刀的展览啊。当时我看了半天，我说在国内是看不到的啊。刀是直的，日本刀是弯的，带弧线的。直刀和弯刀之间，拔出刀以后要改变方向，弯刀是顺势就来了。”而直刀拔出来以后要还要改变方向，所以你就慢了，你刀太直，所以日本刀客说我刀弯啊，说好我们再来，拔刀相向，脸上又是一刀，说何因？请教何因？日本刀客说我刀轻。你看我们都讲究重刀啊，普刀，双手直刀抡圆了，把你一刀砍成两截儿，这是想法。这人不动，让你抡圆了是一刀能砍成两截儿。但是如果对方也是一个刀客，你就没那么容易。你如果想一刀把人家砍成两截儿，你的姿势就要做大，你的刀就要重，但你的速度就慢。所以日本人讲究轻刀快慢，刀轻，所以动作就快。我刀比你轻，我们俩的力量相同的话，我一定比你快。啊，这就跟我们的汽车一样啊，同样的汽车为什么要减重呢？减重就是让它在同样的动力下，它的速度快。说好，我们再来，出手又挨一刀，又请教说何因？什么原因？日本刀客说我刀快。我们这刀客不太服气，说你刀快，你何以证明你刀快？说咱俩比比看谁刀快，说怎么比？说咱们断物，咱找一截木头来，找一个竹子来，咱们同时砍它，看谁快。说这日本刀客说这不叫快，这叫力气大。如果你要想比试刀快，我们把刀插在溪流中，上游扔一把水草，水草如果到刀这儿啊，一分没二，这叫刀快。刀不能给动力。说那好，咱们来，我们的刀客把刀就插在溪水里，上游搁一把水草，水草顺流而下到刀那儿，一分没二过刀。日本刀客说你看我的，把刀插在溪水里，上游扔一把水草，水流过来的时候啊，水草到这儿挂住了。那我们刀客说你看这明明是我的刀快吗？日本刀客说刀快此时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他要听话，说过，这水草就过去了。就这一丁点震动啊，就能使他非常听话的这个一分为二。这就是我们同样的兵器思想，我们算它有几层哈，无视是一层，刀短是一层，刀弯是一层，刀轻是一层，刀快是一层，刀听话是另外一层。我们在每一次想法中都低于他们，
所以我们吃亏。世界三大名刀啊，没有中国刀。为什么没有中国刀呢？是文化原因决定的。我们有一句话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，就是这句话毁了我们的中国刀。这句话叫好钢用在刀刃上。